完成的挑战是转完了出来之后要倒水啊、哦。你们觉得王牌家族四个人当中谁是最不可疑的那个？玲玲，贾玲不可疑、啊。太单纯，我社会经验不足，刚来社会。这一轮，玲姐就不用转了，她在外边坐那儿，手里拿一杯子。你们在剩下的三个人里选一个人去指定的房间做转椅，让腾哥跟小童换。我最后一期我不去不录了。你不能可一个人混混，那小童。这啥岁数啊，我这脑子里那都是什么液啊，都说不好了。鸡液。最终谁去还得听天宫队的。你们定。就那就腾哥吧，还是四号。救不了了，哥。哎呀，这一刻慢点到来吧。最后一期了，最后一期，你们两个不孝的弟妹，也该试一试了，来吧，哥哥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最后一期了，该玩一次了。看看影帝的表演了。哎呀，那还表演啥？这还有啥演的呢？系上安全带啊！好了，我们的四号转椅已经准备就绪，腾哥完成之后解开安全带出来，拿起那瓢水往贾玲的杯子里面倒。四号转椅开始旋转。腾哥因为左右摇头，这个声模仿不出来的。要演成这样得多厉害啊！过关都摔了，你看他俩，哎，你看他俩乐的，就是，你看小童，这个声模仿不出来的，演成这样得多厉害啊！就他了，转椅停了，你就自己出来啊！来了。上次是脚，这次是头。这杯像树懒出巢，再爬就是悬崖了。完了，真难受，真难受。万一是演的呢？不能。哥，表演难受没问题，但别眯着了啊！还录着呢，就快到了，哥，快了。我是不是演的有点像从上甘岭来的？不是，是转椅上下来的，是吧？腾哥的这段表演也挺浮夸的啊！不是，他是真站不起来。啊，这晕的事儿真是，我看着都晕。在历史的长河上，我们跨过山，越过河，探索过太空，而我们伟大的英雄贾腾此时拿着一瓢水，正奔向贾玲。腾哥的一小步，人类的一大步。快看。他站起来了，他站起来了，他又跪下了，他在尝试着往前迈进。他能否站起来呢？王牌第八季、第九季，别放弃。此时，腾哥跨越了年纪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他站起来了，你敢，沈腾，你敢。玲姐还在威胁呢。
你敢刀出来一点？为啥不行，妹妹？妹妹，哎，妹妹，怎么了？妹妹，妹妹，呀呀，我手，哥哥手，哥哥手，哥哥手呀。哥，你坐着来，我转转，转哪个？转四号，我转吧。哥，你坐着歇会儿。不能吃，你这个四号椅子你可不能吃。那吃哪个？吃哪个？哪个你也不能吃？你说，你点一个，随便。吃吃，那坐着就这。那就零呗，四号呗。别，零，零，你。零零，你不去零啊？没事啊，哥。四号是吧？四号。来。先拿着水转啊。好精彩。好了没有啊？比他还多。准备啊，四号转椅开始旋转。转椅停了，你就自己出来啊。我要那个瓢。这个可好倒啊，哥也是上过转椅的人，这个可好倒。我怎么那么晕呢、啊、什么都看不清，只能看到腾哥的脸。哎呦，这么多水啊。你看看有哥盆里的多吗？飘还是老的辣，是你的瓢里多还是哥哥的盆里多？哥，我不弄你，不弄你，不弄你，绝对不弄你。我到了。嗯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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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久不见。太晕了。吴桐，浙江卫视的各级领导们，如果还有下一季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话就说到这儿。哥，起开，去其他卫视去。我怕是你去其他卫视。假装一个口误，给自己的后路都铺好了。腾哥去处理一下麦啊。去吧，哥。我们问问那个，一二三都还没试过呢。一目了然了，一目了然了，就四号无疑了。不是，那关键你刚才那个贾玲出来的那一次和小童出来那一次，他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但他自己手里其实有个按键的，他按完他就停了。每个人的耐受也不一样。不要再套我们话了，不信你们。哎呀，浙江卫视都没我坐的地儿了。哎呀，你们说你们呢？哥，你还是坐那儿。所以你们一直认为就是四号是真的会旋转的椅子？对，确定。我赌腾哥新电影的票房，能不能赌贾玲的？你们一会儿自己最终直接验证就行，直接验证就是你们几个队友上去了。行，可以。四号是第一危险，三号第二危险，我赌上所有，我验四号没问题。亮哥，好想知道你的所有是什么呀？就是一无所有。赌上你的一无啊。
那转多久呢？亮亮，一分钟，亮亮还是一分半钟？五秒吧，我极限，我可以。我们转十圈，请转动。哇！啊！啊！刚二号是谁？二号是花花。这把是谁？他。但我要演得很假吧，是吧？对，你要演得很假。我反而应该是浮夸演技，一出来就，哎呀，这就已经站稳了，或者就趴了出来。咋演呢？就按那个，就按那个，对，就按这个感受演。哦。那小童，你还是按演技派那么演怎么样？演，强克制住。假装我是真的。Hey.